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19页最后一行，科题自他不二，有一首偈，请看经文：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是辗转度脱，而得往生至无量无边菩萨，安住极乐。这是说十方世界听到本师教诫，像我们听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介绍，佛给我们讲净土三经，让我们知道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曾经发48愿，戒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愿一同的这些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接受他的教导，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这对于一切修行人来讲，是最大的福音，无比殊胜的信息。所以只要是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发心愿痴迷，往生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就安住极乐了。
说佛能普供十方如来闻法受教啊，这是这一篇经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每一个往生的人没有往生之前身份不一样，有菩萨圆觉声闻以及六道众生，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前面我们曾经多次报告，阿弥陀佛有大神通，能化无量无边身，每一天戒淫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刹土里面发心求生净土的众生，他要去戒淫，啊，戒淫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在我们这个经本是第二十愿，啊，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些人个个都有像阿弥陀佛一样的神通变化，所以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能变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普供普遍供养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如来，供养是修福，闻法是修慧啊，所以四弘誓愿里头有法门无量誓愿学，有这一愿，这一愿呢，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很容易圆满，如果不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要满这一愿呢，应该是无量劫，啊，才能够做得到，啊，这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无与伦比的殊胜，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奉思万亿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本事啊，非花变诸刹，非行油画，这个地方的非行非是形容词，他们是不是真的在空中飞行？不是的，他们想什么地方身体就到什么地方啊，真正是一切法从心向生，想释迦佛就到娑婆世界来了，
啊，真的叫念亲的，一念就到，啊，一念多长的时间？1600兆分之1秒。佛菩萨告诉我们，这么高的频率，众生没有方法支持。啊，到极乐世界，因为是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他们能做到。化指神妙难思的变化，啊，非化变诸刹了，设法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通通都到。那还到安阳国，他们的事情办完了，回到极乐世界。安阳国就是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偈子里头表现出极乐国中十方往生的正思，以及辗转度脱的菩萨。极乐世界这两大类的人，一类是极乐世界常住的，一类是到极乐世界去参学的。啊，去参观、去旅游、去考察的。啊，那么这些都是法身菩萨。周边设防遍思诸佛，啊，他们的态度恭敬，啊，我们常说真诚恭敬，啊，礼敬，这礼节周到，欢喜听法。啊，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来听法的。啊，为什么要来听法？圆满后得智。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成就根本智。到十方世界去参学，圆满后得智。啊，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善财在文殊菩萨麾下得根本智，然后53参成就圆满的后得智。你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是啊，每一个人都要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去参学啊，去考察成就圆满的智慧，根本智是自己成就，后得智是成就一切众生，就是教化众生。啊，无所不知，根本智是般若无知，
起作用叫后得知，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这才能教化一切众生，没有障碍了。啊，恭敬欢喜，他成就了，两种智慧都圆满了。啊，佛还极乐。啊，这个化身回到极乐世界，跟自己的身合成一体，在哪里呢？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啊，这一品，26品。说明，十方世界到菩萨，啊，到极乐世界参学，最后以自他不二做总结。自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他是十方世界菩萨。彼此互相访问参学，才成就真实智慧。啊，早年方老师将《华严经》介绍给我，对于53参无比的赞叹。啊，他认为《华严经》是佛教概论，啊，是所有哲学书里面最好的范本。啊，它有究竟圆满的理论，有善巧精妙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啊，做出来给我们看，那就是53参。啊，这才是最理想圆满的教科书。啊，一般教科书里头有理论有方法，没有表演给你看。华严有表演，极乐世界有表演，那十方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参学，极乐世界菩萨也到十方世界去参学，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科学精神。佛经里头有科学，科学是求证的。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设方一切诸佛给你证明，阿弥陀佛说得好。设方诸佛所说之法，阿弥陀佛给大家证明。啊，这个法大乘究竟圆满的顶法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啊，这是大般涅槃，也就是常
极光净土。啊，这一篇经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篇，歌叹佛德，第27。念老有两行提示，上面这一篇呢是设法正思到极乐世界离供天法，本品呢是极乐菩萨遍知设法离供诸佛，随即归还本土听闻妙法，品末啊兼表诸天供奉彼佛极其深严。啊，确实我们感谢释迦牟尼佛啊这样详尽地为我们介绍。啊，请看经文。下面这是第一大段，心供叹佛。分两段啊，供养，供养里头有四个小段。第一小段，成为边供，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法无边净刹供养诸佛。比故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佛叫着阿难，在经教里头习惯凡是佛叫着当机的名字提醒他注意，下面所说的很重要啊，提醒他注意听。啊，叫着阿难的名字，彼国是极乐世界，成佛为神，承受弥陀为神的加持。啊，如本经云，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啊，都是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于一时前，这是指时间短暂啊，吃一餐饭的时间，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一餐饭大概一个小时，要佛门吃饭，前面有供养，后面有借债，啊，前后加起来呀，一个小时。所以时间呢不是很长的。佛王啊，佛王两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来回。啊，往返设法无边尽刹。啊，因为是诸佛的报土，清净佛刹了，
诸佛报土通通指的十报庄严土。啊，供养诸佛。啊，这就是弥陀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的成就。佛发了这个愿，佛知道这桩事情好事啊，一个没有成佛的人，菩萨要想圆成佛道，就不能离开佛陀，要常常亲近十方诸佛，上求下化啊，他才能够快速证得无上菩提啊，大般涅槃。这是第十一愿的成就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了。啊，下面第二个小课，鞠躬随心。啊，去拜佛，一般的礼节，一定要带供养。我们中国讲人情世故啊，啊，去看人，多少要带一点礼物。就这个意思。那呢，他们的礼物随心印量啊，我们看经文，画像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普贤寿终。啊，他们想带去供佛的礼物，随着自己的念头就已经在手上了。啊，供养之具，应念即至。啊，那么这是第三十七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三十七愿。佛说极乐世界所有菩萨要到他方供佛，种种供养随意皆知。啊，这一愿的成就啊，啊，都在手中。啊，下面这一课真妙殊特，非师所有。我们一定要晓得，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身是法性身，你居住的世界是法性土啊。极乐世界都是法身菩萨，他们的能量到十方世界去参访佛陀诸佛，全是到诸佛的十宝土啊，因为自己是报身，报身一定啊去拜报身佛啊，换一句话说，他们到极乐世界是极乐世界十宝土啊，而不是在方便土啊、同居土，不在这个地方啊，与他们不相应。
极乐世界所有菩萨到他方世界也是去见报身佛啊，也不在同居土、方便土，不在这两土。所以共聚称性的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就非是所有啊！啊，这个是是十法界，十法界里头没有，啊，诸佛十宝庄严图里面你才能看到。这些供养的物品微妙殊胜，啊，下面一段供养佛供养菩萨，啊，一供诸佛及菩萨众，啊，那么供养诸菩萨，一般我们看到是散花，还有宝香，啊，这是最常见的供养。这下面这一颗，别名花供。啊，举个例子来说，其所散化，即于空中或成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了，花成花盖。这个供养具里。确确实实十法界里头没有人见过，啊，念老注解里头供物之中特以妙花为例，举一个例子，啊，或为一花，表无量功德，细入一句洪名，十方众生同归弥陀，一尘愿海，极乐一阵一切庄严，全体是一法句，这些地方我们自己要搞清楚，我们才能够介绍给别人，啊，才能够增长啊大家的信心。啊，诸佛所供养的话，啊，在空中啊，自自然然组合成一个花盖，盖下宝盖，宝盖，这个宝盖是花成就的，啊，是自自然然组成的。那就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组成的是诸菩萨的愿力，诸菩萨有个共同的愿力，那就是往生不退，念佛成佛，啊，所以花合成一个花盖，表
无边功德，悉如一句洪名。啊，十方世界所有菩萨都是念佛成就的。啊，所以说十方众生同归弥陀，一尘愿海。啊，这个地方说明极乐世界是一尘法，一尘是成佛，啊，二尘是大尘小尘，大尘是菩萨，小尘是声闻，啊，三尘是菩萨缘觉菩萨，这个菩萨缘觉声闻叫三尘，啊，五尘再加上人跟天，世尊在《法华经》上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出佛方便说。这个意思是说，佛说法是一乘，决定让你证得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没有差别。那么说二乘，说三乘，这是方便说。那为什么方便？众生的根基还达不到，啊，那就说得浅一点，啊，不是究竟圆满，究竟圆满必定是对化身菩萨，啊，极乐世界全是化身菩萨，十方世界这些菩萨，他能到极乐世界来访问。来参学的全部都是化身菩萨，啊，不是化身菩萨他不能够离开他的佛土，啊，像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化身菩萨不能够离开娑婆世界，他的活动范围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报土，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他活动空间，他出不去。如果真的发生呢，他就能出去了，这个界限就没有了。啊，那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他可以任意去参学。一切诸佛如来绝对不会也。不接受他的参学，没有这个道理的。啊，决定欢迎，决定欢喜接受。啊，我们这个世界反复有排斥别人，诸佛如来没有，自他不二。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这个经上常讲啊，一体就没有分别。我们不知道一体，要分自分他，喜欢这个啊，拒绝那个，这都是迷惑颠倒，这叫造业。啊，造业就决定有果报，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们不说别的，想想自己，看看周边修学的同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障碍？
这障碍从哪来的？就是冤冤相报啊。觉悟的人接受报应的时候欢喜啊，自己怎么样呢？决定没有怨恨啊，这一笔账到此地了了，结掉了。如果还有怨恨，来生还要报，那就说明什么？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出六道轮回不会再有果报了。那我们造业，愚昧无知啊，有是有意的，有是无意的。有意果报重，无意果报轻。啊，你是无意伤害别人，将来别人也是无意伤害你。你是有意伤害他，他也是有意报复你。一因一果啊。莫非前定，通通过去有因有缘，今天果报才会现前啊，没有因缘就不会有果报啊。我们学佛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是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看阿弥陀佛如何待人接物啊，四十八愿给我们显示的，善导大师讲的最好，无逆施物回谤正法，阿弥陀佛都能原谅你啊，只要你真正认错忏悔，后不再走。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慈悲到极处啊！啊，为什么这么慈悲？阿弥陀佛知道，我们不知道。众生跟佛是一体。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对待众生圆满的慈悲，没有分别，没有意见我们求生净土心量要不脱开，还要斤斤计较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跟佛的愿不相应。啊，这个障碍佛那边没有，是我们自己，自己障碍自己。我们学佛对人对事对一切万物一片赤诚啊，真正是一桩好事，全心全力把它完成，没有第二个考虑的。你也考虑，换一句话说，你对这样事情有怀疑啊，又怀疑你的分别执着烦恼没放下，那我们没有怀疑，全心全力奉献，事情做成了，众生有福，缘成熟了；做不成，众生没有福报，我们自己修的功德是圆满的啊，众生缘不足，
啊，不，问题不在我这边，我这边没问题。学佛要学开智慧眼，大乘佛法里头，第一个就是修布施。布施是菩萨第一德，啊，布施就是牺牲奉献。财布施、法布施，财布施里面能够把内财布施，啊，内财包括什么？我们的智慧是内财，我们的精力是内财，我们的身体是内财，啊，身外之物那叫外财。啊，内财功德比外财大了，外财再多算不了什么，内财说我还尽心尽力啊，想着你啊，尽心尽力我来帮助你完成这个事业，参与这个事业，这内财布施啊。那外财布施的人家钱送到了，他不到这来，他不参与了啊，那个也是净施。净施什么呢？不问你怎么用法，那叫净施啊。为什么呢？那各有各的因果，你用的正，你得的是正因正果；你用错了，用的不正，啊，违背因果，果报自己承担。布施的人没有果报，布施的人有功德，没有果报。啊，理事因果讲得最透彻的，确实是大乘经啊。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大乘经，不但是大乘经，是大乘经的精华，稀有难逢啊。啊，经里面一些比喻举的例子用意很深啊，十方众生同归弥陀一尘缘海，极乐一真一切庄严啊，依报是环境，正报是人事，一切庄严全体是一法句，这一法句就是一句名号名号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梵语啊，翻成中国的意思不是不能翻，是尊重不凡啊。阿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弥陀翻成中国意思是量，
佛翻成中国是智慧，是觉悟，无量智慧，无量觉悟，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极乐世界是个什么世界？是个究竟圆满智慧的世界。那个里头的人没有烦恼，没有造业，没有一切善恶果报，啊，唯有清净自在，无比殊胜的庄严。啊，喜乐叫极乐世界。啊，完全是性德变现出来的。啊，无量智慧是性德，无量的觉悟全是性德。啊，十八土通通是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华盖以华为师的三盖，法华玄奘里的是西域暑热人多吃盖，借以花施之，所以叫华盖。啊，印度是在地球的赤道热带，啊，那么佛出生在这个地区，所以那个地方的人一年只有一季夏季，他没有春秋，没有冬季，啊，三衣一钵他就够了，生活非常简单。我们到斯里兰卡就看到了，啊，那从中国这个地区不行，中国这个地方是热带，它是温带，它有四季，啊，有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这个黄河长江流域，啊，冬天一定要穿棉衣，啊，所以三衣是绝对不够用的，啊，佛教传到中国来。我们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这就是佛教的本土化跟现代化。啊，佛教讲究这个。啊，所以它的传播能受到群众的欢迎热爱，啊，就是他决定不破坏你本土文化，决定不改变你啊当时的风俗习惯，不会。啊，而且他有善巧方便，能够帮助你提升本土的文化，啊，帮助你达到更高层、更圆满的境界。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常供的四天王，四天王是古印度宗教里面的神，啊，佛把他们请来
做护法神。啊，怎么做法呢？加给他教学的意思，他就变成护法。啊，东南西北这四个神明，啊，东方加给他一个名号，持国天王。啊，持国两个字，这是教学了。持是保持，国是国家，国家的护法神。啊，那对人呢，是我个人的护法神；对家呢，是我家的护法神；对我这个地区呢，是我这一个城市的护法神。啊，用什么护法了？持国。啊，就是保持这个地区安定和谐。啊，用什么方法呢？你看他手上拿的是琵琶，琵琶是弦乐器，绝对不是说这个天王喜欢弹琵琶，不是的，表法用琵琶代表中道，中国人讲中庸，佛法讲中道。啊，弦乐器弦紧了它会断掉，松了弹不响，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音色才美。这就是讲做人做事待人接物一定要到中道，不能过分也不能不急。啊，过分了会出事情，不急也出事情。啊，表中啊，中就厚啊，啊，才能成就事业。那佛法给他这么一解释，那就变成教学了。啊，只有好的教学，才真正能护法。这里头没有迷信的。啊，你能够行中道，心放在中，中就是不偏不斜。啊，中国人讲中心，啊，精忠报国。你看心里面是什么？是忠，不偏不斜。啊，要忠要正。啊，这是这真心啊。有偏有斜是妄心。啊，为什么呢？他有自私自利，他有我在里头，我就是私心，啊，就离不开名闻利养，啊，离不开争权夺利，那就造罪业了，啊，那个果报是在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啊，是一切苦的根本。佛陀的教育宗旨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我们还叫众生受苦。这是什么？跟佛法的教诲完全相违背。啊，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苦从对事实真相迷惑颠倒。啊，第一个迷惑颠倒，不知道宇宙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
不知道是一体。啊，不知道是一个自性。啊，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是自性生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说得非常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宇宙从哪里来的？万法从哪里来的？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啊。我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它跟我同一体啊。这个事实真相，六道众生迷了，没人知道。啊，开悟的人知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知道。啊，知道之后，处事待人接物，一片真诚慈悲。啊，必然是一生日语教学，不会收学费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体，收学费是自己跟自己收学费。啊，而且一定帮助你开悟。为什么呢？我们自他是一不是二，我能悟，你也能悟。你能把这些烦恼习气放下，就开悟了，你就成佛了。啊，真正开悟才彻底通达明了啊。啊，一门通了，一切门都通。啊，所以中国老祖宗提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为什么？那个方法就是戒定慧，叫你念一千遍的时候，这就是持戒。一千遍念下来，心定了，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清净心出来了，平等心出来了，再继续下来下去的话，肯定大彻大悟，就这么个道理。啊，唐朝禅宗六祖慧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在黄梅住八个月，五祖道场有讲堂，有禅堂。啊，讲堂他没有去听一堂课，禅堂他没有去做一支香。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为什么不传给别人？别人天天上讲堂，天天到禅堂做佛做禅，没开悟。啊，他不必要去，他开悟了。啊，他有没有做禅呢？有，没有一人看见，没有一人知道，只有五祖知道。啊，能大师的坐禅是实质，不是形象。你没有看到他盘腿圆坐，没有。那个坐什么？坐在那个意思是不动。不动叫坐啊，坐就是不动的意思啊。那坐在哪里呢？眼对色，耳对声，在这个里头坐禅，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如如不动，他在色相里头得禅定，而听得清清楚楚，他在音声里头得禅定。所以
他的禅定是活的，不是行家看不出来，他是真干啊，别人那是形式，形式与真实不相应，那没用处啊，真实不跟形式相应还管用，一样管用。他在黄梅八个月的锻炼呢，真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他的境界只有老和尚知道，五祖知道，他知道，其他没有一个人知道啊，他成熟了，五祖晓得了，发传给他啊，神秀跟五祖多少年了，当时一般人都认为第六代祖肯定是神秀啊，结果没传给他啊，神秀也是大德也是有了不起成就的人，但是他没见性他是光学多闻，通宗通教啊！啊，那个通不是彻底通了，彻底通了是回来啊？怎么彻底通的？如如不动就通了啊！那么神秀没有到这个境界。啊，每一天还要用意识心去思考问题，这就是没通。通了的人有没有思考？没有。啊，通了的人心是清净的。像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那是个完全通了的人啊，还有一无就不行，有一无说还有一个念头就不行，有念通通是妄念，有个佛念也是妄念啊，但是净土宗例外，只准有阿弥陀佛，有其他的佛呢妄念，你不能妄思，只许可有一个阿弥陀佛，你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你，你能见性啊，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什么要紧呢？放下要紧啊，放下要真放下啊！我在26岁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张家大师教我，李老师也教我，这些人都是高人。啊，他们有大智慧，有丰富的经验，会看人的，看到我们这个年轻人生慈悲心，啊，这个年轻人没有福报，没有寿命，短命啊，但是
有一点小聪明智慧，啊，还有一点善根，啊，善根是能替别人想，不为自己想。啊，我把善根讲得最简单，最好懂。啊，能常常替人想，不替自己想，这善根。替自己想，不替别人想，那是不善的根。啊，所以想帮助我了。啊，张家大师帮助我，劝我出家。出家真的，命运就改了。啊，劝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完全是义务。啊，对待学生一律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平等待遇。啊，那么弘法利生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要钱的，办学校没钱不行啊，钱从哪里来？老师告诉我，从布施来的，这是我们怎么想也没想到的。阿弥陀佛大乘经上讲的啊，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啊，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就教我这三种布施。啊，告诉我越施越多。后头一句话说，越多越施，不要保留。你才能真的究竟圆满，一保守烦恼就现行了，啊，你就要堕落了。啊，那么我干了62年了，26岁学的就干，到今年62年，效果呢非常卓著。这老师所讲的灵极了啊，这一生财用不缺乏了啊，真正是心想事成。啊，孔子70岁，随心所欲不逾矩。啊，我们一般讲心想事成，真这样的。为什么？没有替自己想，啊，替别人着想，替正法着想，替众生着想。替祖宗传统着想，啊，确实心想事成啊，所以我对于老师尊敬。每一堂课，上课下课，我对老师行礼，念念不忘老师。没有老师，
我早就不在人间了。那老师的教诲，我依教奉行。啊，在这一生多多少少啊，对众生还做出一点贡献。啊，所以我们要想自己拥有财富，你就修财布施；要想拥有聪明智慧，你就修法布施。啊，不能令法，令法不好。啊，我过去认识一个北京的大夫，啊，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夫。啊，可惜呢，他就是令法，他教别人，他自己是留级手的，有些不肯教人的。啊，前些年过世了，过世的时候大概70出头，但是有一些人告诉我，都是我们佛门弟子走得这么早，是不是与令法有关系？我说有。啊，他要能把他的手毫无保留的喜欢交给别人，他得长寿果报，那说明肯定延长。啊，延长寿命的人，我们从历史上看，从现在看，都有很多的例子。啊，延长的寿命肯定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啊，是为承传古圣先贤的大法。我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我一定要传给底下一代。啊，办学校，办汉学院，办大学，为什么？为传法。啊，不是为自己。啊，所以佛生长在热带，热带这些风俗习惯，我们现在到那个地方还能看到。啊，热带人伞盖最常用的，扇子最常用的。啊，那么极乐花盖，极乐世界有。这个花盖万德所成啊，从自性里都变现出来啊，所以这一个花盖当中，广含无边德相，微妙难思，那不是人工制造的，自然形成的。啊，再看第二段。相光普现，百千光色了，色色异相，相其普现。念老注解里说：“如今所云，百千光色，色色异相，相其普现，一概具有百千种光。”百千种色，百千种相。啊，释迦牟尼佛在《观经》里面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法身。
啊，弥陀身下具足八万四千种好啊，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种好，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种光，每一道光中都有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从哪里来？从十方世界啊，诸佛菩萨像我们现在电视一样传过来的，在佛的光当中你就看到，能看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菩萨在那里活动。所以弥陀一生呢，就现整个宇宙啊。啊，这是不是最小的呢？不是的。最小的我们不知道，八地以上知道。啊，最小的是微尘，佛经上讲极微一色，肉眼看不见。啊，它居住什么？也居住圆满的世界。整个宇宙就在那一粒微尘里头，微尘不大，宇宙没有缩小啊。那么在极乐世界，我们看到阿弥陀佛的身就是整个宇宙有个缩小啊，最小的能够缩到极微色，说明一桩什么事情？大小不二，宇宙跟我真正是一体。让我们从这些现象就体会到实相啊，这叫事实真相啊。那从这个现象里面，自信第一德就是亲爱啊，中国古人讲的五伦，父子有亲，那一种天真自然的亲爱，周边法界啊，在阿弥陀佛身相上遍满一身，就是遍满法界，遍满宇宙。普贤菩萨有能力入极微色，啊，大乘里面佛常讲八地以上就能见到极微色啊，极微色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微中子啊，微中子多大呢？啊，肉眼是决定看不见的啊，是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换一句话说，一百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这么小的一个物质现象，没有比这更小的了，里面是圆满的宇宙，这不可思议啊！宇宙没有大小啊，真的是一体 啊！佛菩萨证得，所以佛菩萨的慈悲是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无条件的慈悲。啊，那么学佛学什么呢？就是
最后要证得这个境界，那就叫成佛。没有证得，不叫成佛。啊，其实证得八地就证得了。啊，八地往上去，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通通见到。所以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见到。啊，八地以上的就太多太多了。啊，怎么证到的？禅定。所以离开禅定不是佛法，禅定就是真正的佛法。啊，念佛是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修禅定。啊，得到禅定叫念佛三昧。啊，三昧是梵语，意思就是禅定。啊，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禅定。那为什么达不到？没放下。啊，首先要把我放下。对六道众生来讲，这最困难的事情。为什么要把我放下？我是个障碍。障碍什么？障碍你明心见性。啊，我里头有自私自利，我里头有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是什么？大乘经上说，我是我爱。啊，提个是我见，我见就执着于我。啊，第二个是我爱，我爱就是贪。我慢，慢是傲慢，嗔恚，我痴，这四个特性。啊，我从我连带产生，我爱，我慢，我痴，这贪嗔痴。贪嗔痴从哪来？有我那个时候就有它，这叫根本烦恼。叫居生烦恼，不是学来的。啊，那贪嗔痴的反面呢，就是戒定慧。戒定慧是性德。啊，换一句话说，自性里头本来有戒定慧。戒定慧并没有失掉。迷了之后，戒定慧变成贪嗔痴。那大乘教里面教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个东西要在一切人事物里头断掉啊！啊，冤亲债主是我们的大善之事啊！为什么呢？没有他，我们怎么知道自己那种怨恨断掉了？他现前，我们没有怨恨，证明说我的境界提升了。他来给我做见证的，这个人是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对他一丝毫怨恨都没有了，证明说我的功夫成就了。他来考验。如果我对他生起怨恨，证明我的功夫没有，我所修行的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他常常出现，常常来考我。
真的丝毫怨恨没有了，还感恩。啊，如果生起怨恨，这是一般之正常现象，这叫冤冤相报。啊，你怨恨他，啊，你报复他不会报复恰到好处，总要加几分。他将来再报复你，又要加几分，就是一事比一事严重，一事比一事麻烦，到最后通通入地狱。这有什么好处？啊，不知道是一体，不知道是假的。啊，知道一体就生起亲爱的心，知道是假的就不再起心动念。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是什么意思？生灭法，它不是常住的。啊，我们爱惜这身，身是自己吗？以为身是自己，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啊，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身体的这个物质身体是细胞组成的。啊，一个人身体大概有多少细胞呢？科学家告诉我，啊，大概有60兆，单位是兆。这60兆个细胞，它们寿命长短不一样，有的细胞只有几个小时，有的细胞3-4天，也有3-4个月，也有少数超过1年的。啊，最长的是脑神经细胞，啊，它的寿命最长，大概可以活150年。我们人的寿命都没那么长。啊，每一天新陈代谢，就是老的细胞死了，被排出去，排出体外。啊，新的细胞产生，填补它的空缺，每天有多少呢？有7000亿，每一天7000亿个细胞新陈代谢。佛经上告诉我，7年是个周期，啊，7年旧的细胞全部没有了，通通都换掉了。啊，佛经上讲的笼统，科学上说的很详细。他一个器官一个器官给你来告诉你，细胞寿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有长有短。啊，所以这个现象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无常啊，生灭相啊，即使生灭相在佛法里讲它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啊，心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灭，妄心的体就是真心，就真妄不二啊！啊，
不能在这上面有真正的认知，他的慈悲心生不出来。啊，慈悲心生不出来，就是告诉你，真心不能现起。啊，人人都有真心，真心就是佛。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佛根据什么说的？根据你的真心，根据你的本性，你的真心本性是不生不灭的，这他是佛。啊，天台大师讲六种佛。啊，第一种理就是佛。啊，讲真心，讲自信，这从理上讲，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从事上讲呢？事上讲，你现在在迷，你没有觉悟。啊，那你是什么佛呢？名字即佛，就有名无实。啊，理上讲你是佛，事上讲你是凡夫。啊，你迷惑颠倒。啊，那遇到佛法了，我们跟着经典教育来学习，认真学习，走这条路子。啊，真正努力，不懈怠。啊，这叫观行即佛。啊，接受佛的观念，学习佛的行持。啊，那就是持戒修定。这真干。啊，做得有一点成就了，没有彻悟，有一点小悟、大悟。啊，这个时候叫相似即佛，很像。啊，有定有慧。啊，相似不是真的。为什么不是真的？你还是用妄心，没有用真心。啊，要用真心呢？用真心就是真佛了，那就不是叫相似了。啊，用真心叫分真即佛，没有圆满，没有真的圆满，真的部分。啊，他把它分这么多等，正道圆满呢，叫究竟即佛。啊，这天台大师、智者大师讲六种佛。啊，六种佛是讲一个人，从理、从事、从开始到正的究竟圆满，六个阶段。啊，理是大家都有的。是平等的，是不平等的。啊，名字是有名无实。啊，学佛学的不像，烦恼习气完全在。啊，真的叫有名无实。啊，真正修戒律。啊，严格持戒，认真学经教，这才叫观行为。观行是真干。啊，观行为的时间也很长。
这里面有很多等级。啊，功夫得力的，我们念佛的人讲，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里头也有三杯酒品。啊，三杯酒品通通叫功夫成片。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净土。有把握了。那念到一心不乱呢？实在讲，不必念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上等的功夫，往生可以自在，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佛就来接引你。因为你的念跟阿弥陀佛是相通的，你一动念他就知道，你真想去他马上就来。啊，生死自在啊！何况得一心啊，事一心的等于阿罗汉，离一心等于明心见性，发生菩萨啊！离一心不乱，生十报土；事一心不乱，生方便土。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决定得生的。啊，我们一心不乱，说老实话做不到，太高了。啊，功夫成片，人人都可以做到，只要你肯放下。啊，头一个帮我放下，再其次把名闻利养放下，把贪嗔痴慢放下，你往生就有把握了。菩萨这些供养具当中，无论是色，无论是香，无论是味啊，乃至于触，我们身体接触到的，皆是妙法，都能帮助我们身心清净，断烦恼开智慧，都有这个功德了。啊，所以他们的光，他们的香，啊，未出用光香啊做代表，无不是周边法界。啊，我们有没有触到呢？他触到我，我们没有触到他，什么原因？他触到我，我们没有感觉。啊，他对我们起了作用，我们对他不起作用，什么原因？我们有烦恼，有业障，把它障碍住了。不是佛光不照我，是我排斥他，我不接受他，是这个原因。我们如果把烦恼习气减一分，哎，你就会感觉到一分。啊，烦恼习气了了十分，我们就能接触到十分。
一尊佛有这么大的能量，何况宇宙之间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啊，只要我们的心上善，就跟他相应啊，他与恶不相应，他与善完全相应。啊，常言说得好啊，邪不胜正啊。我们跟佛相应是正法。啊，妖魔鬼怪那是邪法。现前这个世间邪多正少，实际上正并不少，是我们跟正相应的人少，不是正法少啊。那只要我们肯相应，我们就能接受到纯正的微妙法。下面这一句，说花盖的大小，花盖之量，盖之小者满十有许，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这叫花盖大小，随人心量。故从实有限，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啊，大小不在花，不在花开，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量大，你见到花盖就大；心量小，见到花盖就小。啊，从一个普通人见到的，哎，十有限，一个有限是小的，四十里；十有限四百里。啊，大有限是八十里，那叫八百里。啊，我们。中国大概一个省有八百里，这个省不多。啊，新疆、西藏大概有。啊，这是盖之小者。你看到了，不可思议。如果你尽信了，你把无明烦恼断掉了，明心见性，你所看到的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极乐世界。每一个花盖都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一个花盖啊，重重无尽的。这些花盖里面的光普照，香普熏啊，还有色，还有味啊，通通都是帮助修行人提升境界啊，通通都是佛菩萨加持一切众生，众生造业，业要不是很重，这些光色宝相
都能够把灾难减轻。那轻的就化解了，严重的就减轻了，时时刻刻在加持，从来没有间断过。啊，众生不知道感恩，啊，众生甚至于还回报。啊，但是众生报佛，佛还是爱众生，佛绝对不会因为啊这个众生回报三宝，我们不要去理他。啊，他再苦不要去帮助他，那是凡夫心，那不是一体。我们无法想象到，十八愿里面说得很好，生念必生，为处无逆失误，回报佛法。阿弥陀佛说的。善导大师给我们解释，布施造几种罪业佛不管，不是这个意思。佛是说这三种罪极重，希望你不要造。啊，真造了呢，真造了只要忏悔，只要认错，我后不再造了，临命终时生念必生。这才真正与信德相应。啊，才真正是大圆满。啊，谁的信德？我们自己的信德。啊，是阿弥陀佛的信德，也是自己的信德。自他保尔。啊，我们的信心要从这里建立。这个事情搞不清楚，信心建立不起来。啊，信心建立不起来，你的真心永远透不出来。啊，你透出来的全是妄心。那妄心起心动念全在造业。啊，那怎么办？经教。啊，所以佛出现于世间，为什么讲经教学？为的就这种事情。啊，所以佛教是教育，这个大家必须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界，我们从文字记录下这历史来看，他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79岁过世，讲经教学49年了。没有休息过啊。啊，最好的教师的榜样。啊，不收人学费。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真心诚心诚意教化一切众生，啊，一生自己是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走的时候不是在房子里头，在树林里头，在野外，啊，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老师，
我们称本师，我们跟他什么关系？师生关系。啊，真搞清楚搞明，他不是宗教，因为他不是神，他是人。啊，所谓的佛是印度人，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就是一个对于宇宙的真相明白的人，觉悟的人，是这个意思。啊，他不是神明，啊，他是老师的身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